最近我不是要着这个电影也是十分的火爆了。除了这个关注现实生活的题材，其中演员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。且不说学征王传君这种戏份重的，在片中周一围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了。特别是他在片中靠着车子的那个场面，简直就是帅出天际了吧。许多影迷都表示，那一刻看到周一围的时候都心动了，可以看出周一围的这个造型到底是有多帅气了吧。而且对于人物的掌握也是非常的好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的呢？其实周一围饰演一个警察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他就在大热剧《红色》里饰演了一个愣头愣脑的小巡警，而他的成长经历也是十分精彩的。而这一次周一围再次挑战警察这个角色，而这个角色也是更加的复杂也纠结，所以周一围能够将这种同样的角色演出不一样的感觉，还是可以看得出他的表演功底是十分深厚得了。虽然大家可能在最近还是不会看到很对周一围当主角的戏，但是相信很快就会有片商开始关注周一围吧。毕竟他真的演技是非常的好了吧，而且也是能够演什么都能让大家感受到心动的感觉，也是十分了不起得了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周一围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就赶快去电影支持一下我不是药神吧。毕竟在里面的周一围的确是演技炸裂又是超级的帅气啊。